菜了。这一次我煮的这一道菜的名字叫般若波罗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用一个菠萝这个材料。那我到时候呢，我会把它这个中间的心挖起来，然后做一个素食，然后红烧好了以后放在里面，到时候然后再点上一支蜡烛在这边，然后大家就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和它的色香味俱全。谢谢啊、我还要再祝福大家一句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谢谢。